宝贝宝贝，别看手机啦，噔噔，我们今天来玩一个插花游戏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画好多呀！这是我以前摆的。我们来重新插一个，好不好？我来插一个魔法棒。我来插一个魔法棒。哎，你看着啊，把它这样，来一个。绿色，哎，蓝色，黄色，再放一个蓝色，把它插到这个里面。我来插一个雪花。看好了啊！哇，你看我的魔法棒已经插好了。好漂亮呀，魔法魔法变。哎，你怎么不变呀？我的魔法没有失灵了吗？你拼的是个啥呀？雪花呀。你拼的是雪花呀，我看你拼的怎么样。我还没。噔噔，你看我又啊做了一个皇冠，我来掰下试一下。我喜欢。哇，好漂亮呀，你看我的皇冠多漂亮呀。你看拿着魔法棒带着皇冠，太好看了吧。我看你拼的这是什么呀？哇，你拼了个小兔子吗？不是，小鹿。小鹿呀，哇，还没拼好。好好看你拼的，这能拼出好多的花型来呢，是不是？啊，好好看呀，给你，比我的魔法棒还好看呢。